五分钟，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好，开始。听得到吗？好，来，大家注意看一下画面，这个右边，这是连线，我把手机的荧幕直接跟电脑连线。这是我用，这是我今天做的一个 demo。大家可以不要管上面的那个讯息。如果眼睛利的人，或是对 Android 熟悉的人，会知道这个是个原生的界面，不是什么 HTML5， 不是 Java， 不是 Web App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内容是写在这地方，所以像我现在这样子贴上一段字，然后回来看一下这个 app， 我退出重load一次，刚刚写的东西就立刻更新上去了。大家可能会搞不懂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就说如果说我要今天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，例如像说可能只是个餐厅的 menu， 或者说我是个什么简单的公告，我以后就不需要用写个 server， 然后写个资料库更新那些东西，我只要用个 blog 这样子，我就可以有个即刻的原生的 Android 的 APP 界面来显示我的资料。因为这个是我今天下午临时做的，包含原件什么的。我在那个成果发表那个上头写了一个 V2， 是因为我有一个 V1 版，我把它整个除了概念保留之外，其实扣我准备要整个重写。这个东西我这样子计划其实是可以做图，可以做 Google Map， 甚至也做过 YouTube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谢。